事情会醉，没有有恋爱的感觉哦。这样刚刚好，我是这样，再做就晕船了。好吧，先喝了这杯再说吧。祝我们恋爱吧旅行幸福。明天照不行，我可以照顾你。好，干杯哦。在酒精的催化下，连感情都升温了。故事要好好成 CP， 跟着我们俩吧，来到以高粱闻名的金门，在几杯黄汤下肚后，玩起我从来没有真心话游戏。只要他没有，你有就要喝酒。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卫生棉。这个，我从来没有穿过四角裤。你真的没有穿过吗？没有，我没有穿过，就是男生内裤的四角裤的那种裤子，我没有穿过。我从来没有。对啊。好喝。什么了？想太久要。不是这样吗？不对，我从来没有刮过腋毛。用雷射的耶，这样子。那你就不用喝啊！你真的没有刮过吗？从小到大，一定有吧？我都拔的，跟雷射。那如果你的男朋友会刮腋毛，你 OK 吗？可以啊，你要让我刮是不是？好了，如果这个节目我们下一次还有来的话，就啊，哦，就可以刮腿毛。对，就让你刮腿毛。好，哦，我从来没有念过大学，我没有念大学啊。好，那你会想念吗？我想啊，可是就是我不会想要现在回去念大学，不会想要现在，因为跟你同年纪的人都已经不在那个里面了，所以就是我会觉得有些事情，如果你现在没做，真的就是来不及了。不是说以后不能做，只是对对对，就是时间点不，就是东西会完全不一样。哎，那你是吃窝边草的人吗？没有没有，我都是跟学长，十万八千里那种，交过四个男朋友，都是比你年纪大。四个都21岁的时候跟我交往，很妙吧？就是我17岁也跟21岁在一起。对，我20几岁的时候交的男朋友也是21岁，我27岁交的男朋友也是21这样。所以我不是21岁的话就，对，就是有大我3岁的，跟小我6岁的都。小你6岁的。嗯，我的 range 很广，所以我的男朋友有从168。公分到186公分的，但同样都是168到186，对对对，所以其实你真的是蛮看感觉的。谁不是看感觉？有人看条件吗？有哎，有人就是单看条件。不一定，就是他一看身高不够或者是体态不对，他就不会对他有兴趣。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，嗯，都有机会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从来没有跟男生泡过澡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啊，好啊，单独，我从来没有跟男生单独泡过澡。你是供大家大众吃？对啊，你喝吧。我从来没有跟女生一起裸睡过。Really？ 没有。干杯！你有想睡了吗？嗯，没有。没有？他没有想睡哎，我是不是很失败啊？到底是有多想要我睡啊？我想要让你好睡啊。我很好睡，我今天够累，我可以很好睡。真的吗？对。因为我很久没有谈恋爱，我觉得那个消耗量蛮大的。谈恋爱是蛮累的。谈恋爱蛮累的。